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von， 好久不见了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阴阳的变化，它到底有什么用？对，他说又只能够 SP 而已。好了，我们来给他看一下，是不是就真的只有 SP？ 有这么夸张吗？这样的话，很像感觉没有什么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先用练习模式来给他看一下，我们先来给他召唤个 SP。好，我们也开个无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直接先招闪，我们先用最标准的阴阳的队伍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我先不要中，我突然不知道，所以说，我这样子，它不会变阴阳。哎、欸，那我这样子，它也不会变阴阳，也不会变啊。哎、欸。不然你要怎么变？等一下，你要怎么变？啊啊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难不成是要假设这一颗不是阴阳？我要用 SP 把这个位，要这样才可以。那如果假设我这个位置没有？假设这个位置不是，我如果把它召唤出阴阳，不行，一定要在中间。再一次，那现在这样子呢？我等我把一颗阴阳有了，这样就又可以。那如果是两颗，然后我先把这两颗随便拿两颗出来，好，然后这一颗我去把阴阳拉出来，有点难。如果用复制能呢？不行。然后再把一颗拉出来，好，阴阳没有，阴阳有了，啊？要，所以你复制不行，那我再，那有办法一次两条吗？假设我这样，好，这个丢掉，那我这两个丢掉，哎，不对啊，不对，不对，我在干嘛？好，这样，我把这颗召唤出阴阳，我把这个召唤出阴阳，有。哦，那如果再一个，我这两个不要，然后把好，我中间这颗召唤出阴阳，顺便把这颗也拿一下，好好好，就这样，然后这边是随便丢一个，欸、靠北，他给我，好好好，就这样，好，那我把这颗拿掉，我召唤出一颗阴阳，所以它真的是黑白棋的概念，真的是完全黑白棋，你要前后两颗包起来，中间那颗才有。如果我现在是这样。把这颗拿掉，然后好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把这一颗召唤出阴阳，看这一颗有没有机会变错。不行，对，它就是黑白棋。但是我觉得很有一点点小份，真的有一点点小份，对吧、啊？我又不能用复制的，那它唯一能够有用的地方应该只有初棋而已。我真的想不到它未来有什么用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就初期可能会比较好活，而且要靠 SP 召唤出来，那顶多就是用祝福地图会比较好拉嘛，不然的话我这个几率真的只有微乎其微耶。这个特性我觉得应该要进场维修，应该会改啊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骰子，它的特性也有改过。哎，有啊，没有，守护就改过很多次啊，守护的特性，这个感觉有点辣惨，对吧、啊？那我有营养呢，它会不会有？没有。看，我把这颗召唤出来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位置也变成阴阳。哎、欸，干嘛？等一下，再一次，没有，这个不是，没有，不行。对啊，它就是黑白棋的概念，然后你要用 SP 才能召唤出来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对啊，如果成长的话，应该也是不算的。成长的话，应该就跟阴阳一样灌上去而已，所以它就对后期没有任何的影响啊。啊，对前期呢，就方便了那么一点点。可是是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，真的只有一点点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我用最标准来搞人的阴交转阴交晃，好啦，反正我们就是用标准队伍阴交，然后配上一颗搞事骰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一模一样的阴交转，好了，阴交转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去一次练习模式。但我觉得我完全不想实战欸，我就算在我连协同都没必要去开了。我原本想说，我还可以分别一下，可以开个阴阳的 PVP， 开个阴阳的 PVE， 但是这样子看出来很像，真的有一点点不妙，
真的有一点点不妙。好吧，那这一次我们就来正常的来合成一下。虽然说我的钱量有点多，那这个时候我招满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会用小丑去把队伍给他换过来，对吧？那有什么用？然后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会去灌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候不可能啊！哎，我先把这边召唤出一个，有哎，这样可以弄出来，这样其实不好吧？对啊，假设我这边已经有一颗超高星的营养，哇！啊，因为我刚刚这一颗召唤出来，然后，哦，啊，这个到底这有什么用？我现在想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今天要搞事变得有点难搞哎、欸。啊，我今天被搞的话，王一定会搞我啊。啊，王搞我的话，除非他用魔术师，如果他转王的话，我没有用啊。对啊，那真的只是前期比较好啊。你用这个反而不能搞人欸。我现在要搞人，你反而把我的队伍都搞掉了。等一下，对啊，你看我刚刚，等一下，啊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把这个先弄掉，好，然后我弄掉。如果这个时候召唤出，啊，不就完了？我那些队伍都没了，我好不容易要搞别人，结果你又给我搞烂。因为这个时候这两颗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三颗先丢掉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就跟我刚刚一样。所以我现在这颗只要召唤出阴阳，他们三个就会变成阴阳，他们两个就会变成阴阳的时候，这又会吃到这个，所以就阴阳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哎、欸，那我刚刚怎么吃的？我刚刚怎么吃到全部变阴阳的？好啦，就算我知道跟不知道，那也没什么差别。对啊，要不然就是刚刚最后两个啦，一吃然后全部刚好一起。我现在合成没有东西，结果我的营养又不见了，我只要拉上去也没有机会了。对啊，变得更惨。我要这个队伍，我要这个特性干什么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应该要调整一下啦。不是说也不用讲增加攻击啊，就以这个能力而言，要嘛你再更方便一点点。你这说方便，总觉得没有方便；你这说搞事，我反而觉得可能比较搞事。因为要纯阴阳的队伍，虽然说之前有人又给我搞掉，之前有那个阴阳狙击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也仅限于大力而已。通常玩阴阳的话，玩阴交系列嘛，或是阴 I 叉嘛之类的，或是阴交转移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这个干什么呢？好啦，我目前觉得是有一点分啦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有一个有比较神的先见之明，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队伍我到底能够做些什么。对，我到底能够用这个地图做些什么。就我目前为止而言，我这个开箱我是看不出来他能够干嘛。对，反而搞事居多。对，就是一开始啦，一开始能够活下去，然后呢那就没有然后了。对，就没然后。一开始可能会比较容易，可是也就仅限于一开始。到后面，如果我要靠着营养上去的话，基本上会有可能把我自己给搞掉。对，反而变相的是我强化前期，但是我削弱成长周期。对，削弱成长的难，增加成长的难度，但是到后期是一样强的。那感觉他应该伤害也要变高嘛，对不对？我成长难度变难没关系，但是我伤害变高，我觉得这样才有这颗骰子这个队伍的意义啦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没有意义啊。我前面虽然变简单，我容易存活，中间成长又变难，然后我最后上去之后呢，还是一样的伤害。那我要这个队伍干什么？对吧？除非他连小丑都能用啊。如果今天我是光复制小丑，他都可以触发这个的话，我觉得不错。就跟有点像泡泡那种有点无限奶的那种一样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可以。像是我今天召唤出来阴阳，然后旁边两边全都是阴阳，也可以吃。那我今天小丑复制的话也可以吃，不要仅限于 SP， 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特性可能不开比较好。就我今天这样一看，说不定未来会被打脸啊，但是我还蛮期待被打脸那一天的。对，反正就是要被打脸，这个游戏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目前觉得是不要开，开了也没有用。对，你死等了，你也不会去开它的，你有其他队伍可以用。真的，真的，就目前为止我想不到哪一个队伍可以用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阴阳的开箱啦。至于要去 PVP 跟 PVE 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没有必要了啦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快到这里，我是 PF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啊，拜拜。